这部一镜到底的影片呢，它是一个招募的影片，招募外部员工。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影片也对于我们内部的员工，就是也团结了我们内部员工，就是整个拍下来是非常欢乐的，大家都虽然跑了很多次，但大家都不觉得累，就是开开心心的。其实现在公司已经很少这样的氛围。太难了吧，从什么很剧本啊，人员编制到什么舞蹈编排什么的，都对我来说好像是蛮难的一件事情。就是我没想过这世界上居然有人跑得比我还慢了，对，可以让我撞到，那真是了不起。第三次了，第三次了，还有十次，十次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还可以勉强接受。现在心情很激动，有点说不出话，开心，非常好，有跳起来了，快乐，快乐，很快乐，很快乐。这是很好的一个体验，好像很有趣吧。今天跳的是最好的一次。加入我。最担心的就是设备的问题，我是不担心大家会跳出或是怎样的，真的不要放进去。看到大家能拿出不同的活力来参加这个活动，真的很感动。那行销呢，我觉得不只是外部的行销，其实内部行销也很重要。那行销课我们会一直努力这一点。这活动的成功是属于大家的，谢谢你们，有你们真好。谢谢大家，这次活动完美结束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